听说最近车厘子价格腰斩啊，我现在到了一个商场的商超去看一下，如果便宜了就买点。哟，这就是车厘子啊，门口就是啊，车厘子特价159一盒，59.9元一斤，应该是智利进口车厘子，48.4元一盒。像这一盒是61，这个价格算不算腰斩啊？三季车厘子2.5公斤，239，就是5斤车厘子呗。这个价格也没腰斩吧？这个季我说一下，2季、3季数字越大，就代表这个车厘子的尺寸越大，品质越高。当然价格也贵啊，口感也更好。这个是2.5公斤，159。我看也没有便宜到哪去啊，不知道你们那儿商超的车厘子有没有价格腰斩。这个 XL 是啥意思？这个应该是3季的车厘子，是这个超市最大的，好像还有4季的，这里应该没有。哎，要是10块钱一斤就好了。你看这两盒，一个颜色是偏鲜红，一个颜色是偏紫红，都是3季车厘子。我不太懂啊，这个颜色鲜红一些好，还是颜色紫红一些好？